新娘到了，赶紧准备。好的。更可悲的是，我连自己的新郎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找机器长？什么？新郎还没来？啊，那我是不是不用结婚了？别！温董事长可说了，这仪式照常进行啊。中午不结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你可别在这耍大小姐脾气啊。袁家为了你能嫁到温家，可是费了不少的劲。你这次要是搞砸了，整个袁家都要跟着遭殃。 那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大小姐脾气。哎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新娘袁思雅闪亮登场。看玩家知道我是冒牌菩萨跑的。哎呦，你这就当是为我，为了咱们袁家，老实点，把这场仪式完成吧。问问你，朋友们，非常抱歉。 由于我们的新郎有重要会议，不能亲自到场，确实是非常遗憾。为了维持温家这么大的产业，还是能够理解的，对吧？哎，怎么有条狗啊？既然新郎不在，那就用他代替吧。交杯酒，我先喝。 注意啊！是，快追！严思雅，荣兴大学金融管理专业，由他主导操作的知名变卦案例包括申花授予微微，唐人中文网授予一奇，网星授予传世。小心！老板，好像是您的新娘。哎，老板！想抓本姑娘，哪那么容易啊？ 这定型是不是按照车的价格高低来定的？这个车应该不会很贵吧？也就判10年吧。就这样的，偷车、逃婚，还天才少女。哥哥，求求你，我真的是遇到坏人了才迫不得已抢车的，请你千万千万不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去。 请允许我叫你一声师傅，师傅，谢谢您。师傅，你当我是开出租车的？光天化日之下抢车，你是不是？你的车！好啊，跟你说了两句话，还说出一个共犯。 Thank you.